具有各种宗教与信仰。什么是宗教？什么是信仰？宗教信仰是指信奉和崇拜某种特定的神，也让我们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对，你知道人类最的信仰的是什么吗？他们相信天地万物的灵魂。对，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祖先都有灵魂。古时代的人类会拜太阳神、月亮神、天神、树神、海神和山神。简单来说，就像阿瓦达里的花草树木、鹅啊，都有灵性的，每样东西都是神。只要相信，就当神来拜，有拜有保佑。这个最早宗教信仰的是范灵路。第一个宗教融入马来半岛的是印度教。是的，印度教也称为信都教。还记得马六甲王朝吗？拜里尼苏拉把马六甲发展成港口。那时候呀，引来了很多各国各地的商人来到我国做生意。信都教就在那时呀，有印度商人传入马来半岛的。信都教和佛教一样，相信轮回。什么是轮回？轮回就像佛教说的六道。啊，这还是两期出生道、恶鬼道和地狱道。像我呢，平时做好事，不愿去天道。呀，讲得美，巨人道。其实呢，印度有很多神话的。说来听看。传说在宇宙还是一片混沌的时候，没有星，没有日，没有夜，没有生命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只有凡。凡是什么？据说凡是看不见的，而且是一种 super power。 哇，一天凡实在太无聊了，决定要创造出天地万物，于是从没有变成有。凡先创造出水，然后在水里放一颗种子，这颗种子变成金色的卵，创造之神诞生了。凡天就出现体验，在这同时，凡也创造出以上两位主神，一次如何四合。凡天波瑞的蛋进卵待了算很长的时间，今天凡天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冲出进卵，把进卵一分为二，掉到处变成了天，掉到处变成了地，分开了天和地，宇宙就这样形成了。这位创造神觉得创造了天地还不够，于是又不断的创造各种万物，接着众神就诞生啦。你知道印度教的三位神是谁吗？ Of course， 创造之神梵天 Brahma， 守护之神毗湿奴 Vishnu， 还有毁灭之神四佛西瓦。Next， 第三个宗教传入马来半岛的是佛教。佛教的创立者是释迦牟尼，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。这位 Prince 大有来头，耶，又有故事听了。大约2500多年前，在古印度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家。迦毗罗卫国，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夫人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离异。一天晚上，王后梦到一只六牙白象后就怀孕啦。当时印度的女人有回娘家生孩子的传统，在回老家的
每一步踏在地上后，就会长出一朵莲花。哇哦！有一天，国王请山上有一名叫阿斯陀的神通仙人为太子看相。这位仙人看了太子后，马上伤心的大哭。国王奇怪的追问 ：What happened？ 仙人说：太子相貌非凡，之后必定成佛。仙人接着又说。But 我冷了，cannot see 了，又接着大哭，接着国王也大哭。为什么？国王说，我老了，没人继承王位。哎呦，找个老婆给他，就不会出家喽。是我。哪里知道？一天，王子和王妃出宫走走，忽然看见。生老病死，释迦牟尼决定放弃王子的身份和荣华富贵，去寻找生老病死的解脱。如果你有看过《西游记》，肯定对他不陌生。没错，他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天七夜后，就成佛啦。在他80岁的时候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。释迦牟尼说 ：“It's time to go。”去哪里？极乐世界解脱啦！佛教徒必须遵行八正道。什么是八正道？发现重要的人生道理，教导我们走向正道。佛教是怎么样传入马来半岛的呢？当时的马六甲地理位置正好在印度和中国之间，因此很多宗教，包括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等，都是透过贸易活动传入马来半岛的哦。你猜猜第四个种类传入马来半岛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先给一点提示好。这个宗教是由穆斯林商人、学者和传教士传入马来半岛的。哦，伊斯兰教，耶！伊斯兰教也称为回教。伊斯兰教的创立者是穆罕默德，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。据说穆罕默德还在妈咪肚子里时，父亲就病死了。What？ 5岁那年，妈妈也病死了。Oh no！ 接着，穆罕默德的爷爷也去世了。家又剩了他，怎么办？不怕，还有叔叔在。叔叔有死吗 ？No！ 为了减轻叔叔的负担，他开始替人放牧。12岁就跟着叔叔到处经商。24岁的穆罕默德和39岁的富婆结婚，因为不认识字，看不懂圣经，然后一个人跑去麦加郊外的希腊山洞祭司。39岁的他在沉思时，耳边传来咪汪汪咪汪汪咪汪，汪汪汪什么来的？大天使加百列的声音。然后呢？加百列说。恭喜你，你中奖了！什么？认真一点！那百列说：“上帝是先知和使者。”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不认识字的穆罕默德竟然把《蓝经》全都念了出来！哇！
耶稣的妈咪，这里玛利亚受圣灵感孕，在伯利恒生下耶稣。公元一世纪，耶稣30岁开始传教。后来因为基督教的传播威胁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人，罗马人将耶稣抓了起来，我年纪历史3.2